好，那我就把这一个复制一下贴上。所以把它设成十一周的第二题了，实际上是应该已经第三题了哈，这第二题。那我就可以在我的专案这个地方案这个地方呢，加入一个新的专现有专案。现有专案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改名字的这个1102下面应该会有一个专案。那这个专案的话，我的名字要改成102哈，第二题。哎，不复制也可以，就是你就没有留底嘛。啊，我就一层一层做的话，我有复制的话，就是前面那题还在，那我现在修改，因为现在修改比较多，所以我就把前面那题留着，不要复制你就直接改哈，是可以的哈。因为我会留一份哈，我会留一份，我会放在那个云端教室，人家下载应该可以下载。那你想要自己留一份自己的，那你就记得要用复制啊，你就可以一份一份，一步一步的，你就可以比较清楚一点的知道。好，那我就把这个第二个练习呢，就把它设成起始专案。那所以这题应该是可以用的。在做之前的话，跟刚刚的步骤一样，上面所有编辑的东西呢，先把它删掉。啊，如果我有复制的话哈，然后把这个主要视窗打开来，因为参考啊什么的都加进去，我是复制的，它应该都可以跑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呢，就是我只要做一个群组，只要做一个群组的话，我在做动画的时候，我的相机就不动。但是我整个场景做动作哈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我的 double animation 呢还是一样不动，但是我的 point animation 跟我的 vector 的 animation 呢，我就因为相机的我就不要了，我相机不动了，对，我把它注解起来，啊，两个选起来，对不起啊，在这里哈，把这两个选起来的话，我把它注掉哈，对，收起来，啊，注解了，所以我现在只有一个动画。那下一个动画做什么东西呢？下一个动画就是我把这两个插图组在一个群组里面。所以这两个插图的话，我们就移下来看哈。所以我的插图一、插图二，对，插图一、插图二的话，我就把它放到一个 3D 模型里面去哈 ，Model Visual 3D 哈 ，MO Model Visual 3D。啊，大雨，然后把这一个模型呢收起来，夹在这个茶壶这里面，所以把茶壶放到这个模型 Model Visual 3D 里面哈。那这个好像是会有问题哈，所以我应该是要做一个次标签 Model Visual 3D 的次标签点小孩们。啊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有问题的哈。所以小孩们的话，就里面可以还可以放很多的模型呢。现在看到了哈，所以我就因为加的时候，我配合智慧标签，所以做完之后贴在后面，做完之后贴在后面，我就把它收起来。所以在这两个的插入，啊，在这两个插入里面呢，我就放一个这个什么 Model V93D， 然后把这一个做一个旋转。对，那这样我镜头就不要动，我镜头不动，我整个所有的物件都包在这里面去做旋转，是不是相当于我镜头照着我的环境转，照着上面转，然后才会有东西。啊，所以一个是听懂啊，我要做什么事；第二个要做这个事的话，我的步骤。因为既然都一样，就干脆。对啊，有听懂，所以你如果。听懂说啊，那我要做这个事情，我用这样的方法、这样的程序去做，那你就已经50分了。然后做的话，你会做一半就70了，做到80就90了哈，可以了哈。那我就继续了哈。对啊。然后做毛的微小三 D。好的，好吧，大家看一下。这边是。半四十大就不要想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啊，所以第一个先把这个设成起始专案啊，对我这样子执行的这个事情啊，我先把这些，我怕它说了，把它关掉，用把它关掉，这样去看起来。来，那这个的话，我们现在。
这个动画蓝色茶壶，哎，红色茶壶它移动还是不一样？用只要做比较，这个加减就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年轻人都这样，老人都会为他放大。这个不一样，对啊，这个是。那我们把这两个都推了，因为这个是相机的动画，那我现在相机不要做动画了，做完就是相机不要做动画，我现在要做动画是整个场景做动画，所以整个场景的话就在这个地方，下面有个茶壶，茶壶，对，我把茶壶跟茶壶包在一个三 D 的环境，三 D 的环境，这个可以就放放在这个。茶壶要包在这里，对啊，一开始是，因为节目结尾看起来没错，但是我怕会错，但是你现在已经做到第三年，这个字比较浅，那你就加说比较有，对小孩的，不用不用，对小孩的坐起来。结束了，这样子。哎，那这样做的话还是一样，那只是我把这两个茶壶包在一个 3D 模型里面，我等一下把这个所有 3D 模型做旋转，就相当于我的镜头绕转子。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，刚刚放在这里，下面再动。哎，这是为什么是蓝色的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我就已经这样，因为刚刚我已经改了。刚我的动画已经改了，刚刚动画完，因为蓝色在中间，在一点点地方做移动的时候，我必须是红色，所以这样我比较知道中心在不动，我只是绕着它看，啊，不然中间是在动哦，我再绕着它看比较不容易看，啊，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啊，仔细看，大概看到的是蓝色，那我现在就需要。我本来是想写，我们刚刚前面写的话就是我的相机是，我希望它绕着它转九十度，但是绕着转度其实做不出来，那我就是平移，所以平移转九十度，同时呢我就角度，因为相机如果是平移的话看不到，所以我做两个动画，一个是我平移过来，然后同时我的角度也飞过来，我两个同步动。那但是因为这个移动的时候呢，如果是圆形的话，那我只看到我的茶壶。但是因为我现在不是圆形的，我现在是直线，所以在中间的时候是就距离比较近，所以看它茶壶就移到中间的时候变大。所以在这一个，这个啊，因为刚刚你没有改，就是把这个改成一个。那我因为只要。那中间这个本来应该是，对啊，因为我只看它，但是因为移到中间的时候，它距离最近，最近的时候它是最大，回来的时候又回到原来的尺寸，所以它就有大小，大小。那我现在要做的话，它不要大小，只有角度。那你们可以吗？两位进来，很多。这个是二，对，这个是二，这个老师报的。
他为什么只会去这样子的对的那个，所以他就会照他在二。
它就会对着蓝色的玉，就尾重是红色，蓝色的玉重，对，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少，会旺。所以我如果可以到的话，已经岁数到了差不多，差不多就可以到。到现在是七年，但是我镜头会一直这样打开来，所以我移到中间的时候，它就是最近的地方，就变最大，然后回到这里就变最小，就变回原来，再回来变大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做完的话，我们再来说的话，就是让它旋转。所以我就给这个模型，所有东西加在这里面，给这个模型嘛哈，给这个模型一个，那我给这个模型啊，我先做一个没有 name 哈，这个你可以等一下做哈，给他一个名字哈，有，可以啊，你说。现在这个档案是？电脑里设的。好好好，好，只要这个标签嘛哈。不是，是全部。全部。那你是干嘛去找到？就差不多。你有点难呢，这样子。对啊。好，压缩。上传分享嘛，对，好，没问题。